却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在隆起海平面4000多米的高原上，又隆起一片陡峰，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它顶天立地地横亘着，阻隔着印度洋温暖湿润的空气，以致形成这样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自然景观。它的南面是丰饶富庶的印度平原，它的北面却是苍茫荒芜的藏北高原，再向北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渺无人迹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联系这两个不同国土地域的是蜿蜒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侧的两条古代商路。在西段，从印度河上游河谷经空喀山口到达中国新疆的阿克塞钦。在东段，印度阿萨姆平原最北端喜马拉雅山脉平地隆起，陡峭上升，紧贴不丹王国东侧有一条最近的通道，其咽喉就是中国西藏的达旺。1962年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个邻国中国和印度就在这两条古代商路上爆发了一场大战。30年后回首这场边界战争，人们竟很难相信双方争执的这两片疆土竟是那么荒凉，那么贫瘠，荒凉的人迹罕至，贫瘠的地无鸟兽。今天如果站在这片仍未成型的边界地带，很多人也许会用现代的眼光去凝视这场扑朔不清的战争。其实我们只需要把眼光再远眺半个世纪，或许能找到这场战争缘起的真正答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世纪之初的欧洲街景。人类当时刚刚发明了电影，从而为历史留下了西方列强在兴盛时期的活动的画面。当人们开始用电影记录社会生活时，亚洲的印度已经被欧洲的英国征服了两个世纪。15世纪末，当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一块大陆时，他把美洲当作了印度。5年以后，葡萄牙人达伽马率4艘大帆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渡过一片汪洋，终于到达了真正的印度。于是在16世纪，欧洲各国争先恐后沿着这条航线登上了印度次大陆。17世纪，英国向印度莫卧儿帝国买下了恒河口岸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今天的加尔各答，建立了名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总部，得以掠夺印度的财富。18世纪，英国用武力征服了莫卧儿帝国，从此印度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时代。也就是在18世纪中前期，英国把在印度种植的罂粟制成鸦片，沿海路输入另一个古老的帝国中国，从而挑起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屈辱的一面。1919年，一个纤弱的男人从南非的开普敦回到印度，踏进了甘地。1920年，甘地发动不合作运动，他号召印度人民：英国人迫使我们到机枪阵地前与他们较量，
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而我们却没有。我们击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决斗引到我们有武器而他们没有的地方，这就是民心。这一年的三月，甘地披着终年不离身的白色土布蓑笠，向400里外的大海进发，进行宗教洗礼，成立了印度民族自己的第一个政党，即印度国大党。这是年轻时的尼赫鲁，他当时是国大党领导人之一。30年后，当他走向垂老之际，却一手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这是国大党成立时的情景。甘地被推选为国大党领袖，他被印度人民称为圣雄甘地。第二年，1931年，甘地身缠一块粗糙腰布，脚踏拖鞋，被英国人请到伦敦白金汉宫，与英王兼印度皇帝一起侠茶交谈。这是当时甘地到达伦敦时的情景。甘地恳请英国给印度独立，让4个世纪之前乘木质帆船踏上印度大陆的英国人再乘着庞大铁甲船队离开这片，给公元前的孔雀王国、公元后的莫卧儿帝国、今天的印度以独立。这似乎是一种神话。被千百万人拥戴为圣雄的甘地，这时只能用他特有的祈祷祝福着这样一天的到来，让产生过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印度再乘着普度众生之船飘越苦海。从此甘地以其独创的非暴力抵抗殖民统治而被载入近代历史史册。也正是这样，印度自甘地开始开创了世界上未有的先例。一个民族恳请他的外来统治者离开他的家园，英国断然拒绝了甘地的请求。在英国断然拒绝印度独立的2年之后，这个日不落的帝国也开始面临生存的危机。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德国军队跨过德波边界，向英国的保护国波兰发动了战争。2天以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1年12月7日，德国的轴心同盟国日本为称霸太平洋，把美英法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派出特遣舰队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之后，日军乘胜横扫南太平洋诸岛国。接着，日本进攻的矛头所指就是英国在亚洲的属国。1942年2月，日军攻陷缅甸的首都仰光。英国守军3个旅及刚从北非战场调来增援的一个装甲旅，丢掉一切重装备，狼狈溃逃，穿越了1400公里的热带雨林，伤亡13000余人，退守到印度境内的英帕尔地区。在欧洲和亚洲同时陷入战争的英国，在挣扎之中。历史给了古老的印度民族一个契机，死而复生的契机。8月8日子时，印度人都没有能睡觉，他们以神秘的传递方式复述着他们成为圣雄甘地的话。这时候甘地正在孟买一间大厅里平静地讲述着他的思想。他说，我要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英国殖民统治
日在今晚就结束，在黎明到来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方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也许我们会失去生命，但我们绝不允许奴隶制度在我们身上继续存在下去。这时，德国人正用潜艇封锁英伦三岛，而日本陆军也随时可能突入印度。备受煎熬的英国，在大不列颠历史上最晦暗的日子里，做出了一个当为权宜之计的决定。当熬过那血与火的时刻后，又后悔不迭的决定。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允诺，保证战败日本以后赐予印度自治领地的地位。这样，被统治了200年的印度民族又和他的统治者英国一起共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日夜夜。1942年夏季，德国临时放弃了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转而向东方集结重兵。6月22日凌晨，突然对苏联不宣而战。几乎是在整整3年后的同一个月份，1945年6月，苏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与此同时，从法国西海岸诺曼底登陆的英美联军也突入德国本土，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了。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上，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现在这个画面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和战时首相丘吉尔宣布欧洲解放时的情景。大英帝国终于度过了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在这同一时刻，走出茅寮的甘地提醒伦敦唐宁街上那个嘴上叼着雪茄的首相，日本已经战败，英国曾允诺过给印度独立。2年以后，英国女皇委任蒙巴顿勋爵为印度父王，前往这个殖民地国家谈判他的独立问题。4天以后，蒙巴顿出任第20任印度总督，这也是英国最后一任印度王。8月15日，英国承认印度独立，英国头上这颗印度宝石终于脱落。为印度独立做出毕生贡献的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圣雄甘地，在印度独立后随即逝去。这是他的葬礼。印度的邻国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3年以后，1950年1月，独立的印度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首都德里改名新德里。在昔日英国总督行使权力之地红堡大厅里，新任总理是继甘地之后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
印度成立共和国时，有一支军队进入了印度及印度支那，这就是从中国战场退下来的国民党的败军。这是法国战地记者拍摄的真实史料。拍摄这个镜头时，人们已经知道印度东部的那个伟大的邻国正在发生着什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这样，公元1950年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亚洲大地几乎同时站起来两个巨人，一个是独立的印度，一个是新的中国。当新中国的军队打着绑腿大喊着奔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时，他的领导人毛泽东同时告知全世界，新的中国不承认一切外国机构的合法地位，尚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原外交人员一律以一般外侨看待。至此，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建立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外交关系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开国典礼后仅2个月，毛泽东就亲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活动，同时与斯大林协调两国关系。这个关系一直要追溯到清代的中国与一切瓜分过中国的国家之间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现在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中国近百年的历程。当西方列强已经进入机器工业时代时，中国还是一个锁关的封闭的帝国。其实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也正是从印度开始的。18世纪中叶，英国商船从印度起港，其航向不是顺风回返，而是泊进中国东南沿海，向中国倾销鸦片。1840年，中英两国终于为鸦片而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打了16年。1856年，英法联军终于从渤海大沽口杀到皇城北京，中国的外强中干暴露于世界面前。自始，俄国、德国、日本、美国相继对着中国国门引炮轰击，中国每战败一次就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赔偿一批白银，割让一片土地。至19世纪末，中国终于沦落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就像摆在世界列强面前的一盘真肴，在短短10年间，中国被迫与一个个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进入20世纪的时候，沙皇俄国从中国得到了南满的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海湾25年的租约。此外，中国还被迫允许沙俄修一条从哈尔滨到大连港的铁路支线，并可以开发沿线地区的森林和煤矿。中国已被西方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国中之国。山东胶州湾的青岛及周围522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德国99年，德国还获得在山东修筑3条铁路并在铁路两边10英里内开采矿石的特权。法国从中国得到海南岛正对面雷州半岛99年的租约，以此作为海军军港。英国得到了从大陆到香港殖民地延伸部分的99年的租约，名为新界。
同时中国割让了台湾岛给予日本。在这些租界的领土上，中国的主权在租期内无效。本世纪之初，中国可悲之极，外国列强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相互发动战争，争食中国的机体。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攻陷了这个远东最重要的军港，3月又在沈阳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经美国从中调停，一年以后两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合约的内容竟是重新瓜分中国的东北。俄国同意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海湾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九年以后，1914年，日本又同德国在山东胶州湾大打了一场恶仗，攫取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迫使中国签约开放南满全境，允许日本人居住。15年后，终于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和来福枪攻打中国时，清朝政府没有一次运足底气进行过抗争。历史到了1937年，中国倒是真准备殊死一战了。自中国七七事变两年以后，英国在欧洲卷入了战争，四年以后美国在太平洋卷入了战争，五年以后苏联也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2月，在德国首都最后覆灭的前三个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秘密会晤，讨论战后的世界格局。这时有着四亿人口的中国就像一个筹码，被这三大国在会议桌上颠来颠去。最后美英以承认苏联将获取日俄战争前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斯大林允诺向日本宣战，这就是著名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8月，当苏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欧洲向远东集结近200万兵力时，美苏两国才把这个秘密协定向中国政府公开。协定的内容不但恢复了沙皇俄国19世纪末在中国获取的权益，甚至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版图上割让出去将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时的中国已与日本整整作战了8年，死难了3200万人。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遏制了日本抽调大批兵力投入美国的太平洋战场和向苏联的进攻，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中国又一次被昔日的西方列强战时的盟国又一次的出卖。中国或多或少的回到了战前以至世纪之初的状态，东北又成为昔日的俄国当时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山东胶州湾登陆，香港落入了英国的怀抱，澳门属于葡萄牙，法国的势力从印度支那延伸到云南境内。我们在梳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起因时，追溯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段历史，无疑是要理清新中国为什么在本世纪的中后期，在中国这一段百年国耻结束了10年之后，在辽阔国土的最西端，在那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大打了一仗。这里面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态是什么？1949年10月1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国典礼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亲赴苏联。当这位新中国领袖乘着火车万里北上的时候，他指挥的军队正千里南下，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扩展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最边缘。在这一历史时刻，一切外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包括特权、租界、金融股券，以致趾高气扬的神态举止，顿时化为乌有。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枪杆子解决，有的问题只能坐下来认真交谈。这时的苏共是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兄弟党，中国称之为老大哥。苏联人手上握着1945年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中苏不平等条约，经过三个月的谈判，除蒙古独立这一既成事实外，苏联同意把昔日沙俄及二战中的苏联侵占的中国主权全部归还新的中国。1950年2月间，毛泽东签署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欣然回国。这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出现，印度竟向新中国发出了挑战。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西南军政委员会准备进军西藏，中央政府同时号召西藏当局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问题。同年7月，在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取到印度赴京途中，朝鲜半岛突然爆发了战争。8月，新任印度驻华大使竟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谈判在印度举行。中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西藏当局不能在中国以外以国家资格会谈，其代表只能来北京谈判，并限期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1950年10月下旬，北京限定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朝鲜半岛的战争愈打愈烈，美军反攻突破三八线，战火已经烧到中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在朝鲜战争中，印度政府的态度是摇摆于中美之间的，他派出了一支医疗队加入联合国军，却不赞成联合国通过的污蔑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但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却不那么友好，很有趁中国抗美援朝之机捞取实惠的意思。这时印度政府在十天之内接连三次召会中国政府，召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进军西藏会引起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西藏自治是一事实，忠告中国和平解决。印度由于惯例和协定在西藏享有特权，并在西藏驻有保护邮政和电讯的军队应继续存在，除非中国命令其军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印度政府不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这是当年英国人在西藏拍摄的影片，这些镜头为我们再现了50年前的西藏。1950年的时候，中国除台湾一个孤岛外，尚没有解放的内陆土地就是西藏。由于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几乎与外世隔绝的西藏，其社会形态当时仍处在落后的奴隶制时代。
百万农奴在占西藏人口极少部分的奴隶主奴役下移机逃还。中国人民的解放不能不包括西藏，但解放西藏又是一个比解放内陆省份复杂的多的事情。当时新中国已经卷入了朝鲜战争，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的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正式交手，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仍义正辞严地召会印度，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无论西藏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得到如何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祖国边疆，这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是任何外国不容干涉的中国内政。这时印度政府除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外，还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藏军调往昌都前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派人在前线设立电台搜集情报。印度各种报纸新闻广播反复强调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侵略行动。同时印度当局还指使西藏亲印分子将17岁的西藏佛教领袖达赖14世移往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印度。1951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地区击溃了阻击大军前进的藏军，西藏的大门豁然大敞。随着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五战五捷，把美国及其仆从军从鸭绿江一举推回38线以南，美国被迫在历史上第一次坐下来谈判停战。在这种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印度政府终于在西藏问题上沉默下来。1951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匆匆赶赴北京，接受了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2个月后签署了协议。同年12月1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各地，胜利完成了解放中国全部内陆国土的历史使命。1953年，朝鲜战争停火，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推行全球性的遏制战略。在欧洲，西方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遏制苏联东欧集团向西发展。在亚洲，由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组成的太平洋环形包围遏制着中国。这时一个声言保持中立的不结盟的南亚邻国印度对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1954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说，在讨论面临亚洲迫切问题时，不应忽视亚洲人民自己的意愿。他特别提到印度，对印度这样重要的亚洲国家未能出席会议深表遗憾。周恩来还在一次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3类，即以美国为首的好战派，以英法为首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是强烈的，他立即指示在日内瓦他的私人代表梅农
也就是几年后中印大战时，印度的国防部部长邀请周恩来访问。日内瓦会议后的6月25日，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新德里。一年后，即1955年4月18日，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次由29个亚非国家召开的令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万隆会议。尽管有的亚非国家反对中国参加，但印度尼赫鲁则极力主张邀请中国。这是中国和印度国家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同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亚洲国家，都在极力从各自的经历中表现出要做一个泱泱大国的姿态。在50年代中期，中国基于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国所处的战略地位，在对外关系中十分注意争取印度的合作。当时提出了对外关系的一条政策和三个方针。一条政策就是和平的基本政策，三个方针是准备力量做后盾，减少美国冒险尝试的可能，发展和平统一战线，增进和平力量，避免主动挑起战争，谨慎地贯彻和平政策。在新中国实行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印度的中立以及中印的友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有不进，但中国维护和印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真诚。周恩来对尼赫鲁讲，中印中缅一部分边界尚未勘定，在此之前我们愿意维持现状。周恩来所说的这个现状，实际上已经是印度强加给中国的了。中国和印度沿喀拉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走向，边境接壤达2000多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边界勘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尚不足一年，就卷入了其北部邻国朝鲜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南边陲那海拔4000米以上的几近无人烟的边境地段。而比中国早独立半年的印度，却在波及全世界的朝鲜半岛大战这段时间里，把它的边界从富庶的平原地区向险峻的中国西藏高原推进，完成了一条印度北部自己确认的边界线，其面积达到12万多平方公里。印度把单方面划出的边界强加于中国，这是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的。1956年，周恩来第二次访问新德里时，曾对尼赫鲁提出讨论边界问题，但对方断然拒绝。无论中国通过外交信件怎样劝说印度进行边界谈判，印度都加以回绝。直到有一天，由于发生了一个边界以外的事件，才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回到边界地域的现实之中。这个事件就是中国西藏地区发生的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分子，经过几年的策划和准备，发动了武装暴乱。10天以后，北京发布了平叛令。3月20日开始，解放军军事打击开始向拉萨以外的地区扩展。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仓皇出逃，于1959年4月化妆抵达印度，在印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华宗教活动。印度政府按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了达赖喇嘛，从而使印度国内掀起了一股声援西藏独立的反华浪潮。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地区局势也开始趋向恶化。
辛格里诺就开始发表声明，大肆攻击中国。这些声明开始是通过印度政府的宣传机构发表，后来改由印度驻外使馆散发。达赖喇嘛在印度当局替他拟好的第一个声明中，详细说明了他越过边界进入印度的地点。他说这个地点是一个叫坚泽玛尼的地方，换句话就是说，那个叫坚泽玛尼的地方就是印度的边界。实际上这个地点已距离中印传统边界线突出了62公里。印度政府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地点，是因为他勘定这个地点时依据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印度政府就是要把这条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麦克马洪线。它是1914年2-3月间英国和西藏在印度德里秘密的以换文形式划定的一条边界线。因为这条线出自英国代表团团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手，所以定名为麦克马洪线。其实当时的英国政府也非常清楚，西藏与中国是宗主关系，西藏不享有单独缔结条约的权利。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自从在地图上划定时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它从未正式公开过。直到1952年印度政府才把它拿出来，以此勘定了北部边界。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争执不但糅杂着殖民主义者对旧中国政府的诱惑和欺诈，同时也揉进了新中国政权对一切外辱的仇避和自尊，这一切终于使之演变成一场边界战争。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以后，被切断叛乱分子的外逃之路。人民解放军重兵封锁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显关隘口，这本是中国的内政，而对麦克马洪线异常敏感的印度，马上也调集了精锐的作战部队，推进到这条线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其中就包括朗久地区的马吉敦村。这是印军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设在中国一方的哨所，这就是那个叫马其敦的村庄。8月25日黎明时分，印军的一支小分队进入马其敦村，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战后核查，印军一死一伤。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印度政府立即召会中国，强硬地指责中国蓄意侵略，企图用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中国政府也郑重声明，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的军事挑衅进行自卫还击。朗久事件的突发，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印度国内掀起的访华浪潮中，美国会说什么，英国会说什么，都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这时有一个声音却使世界为之惊异，这就是苏联的声音。此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莫斯科播发的塔斯社声明说，苏联领导人深信中国和印度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形势缓和而希望他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收渔利。
中国当即请苏联驻华使馆转告苏联政府，塔斯社的声明违背了中苏两国一向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协调的惯例，把中苏内部分歧暴露于世。赫鲁晓夫访美归国时取道北京，参加了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庆典。他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同中国领导人首次发生了争吵。由于这次争吵在两国关系中留下了严重的伤痕，赫鲁晓夫后来提议双方都烧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但是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已经无法抹掉。郎酒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曾给尼赫鲁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中国的态度。信中说，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执行侵略政策时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的根据。中国怎么能够同意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限呢？中印边界东段的郎酒事件发生后，中印边界西段也开始紧张起来。这是中印边界的西段，印度主张的分界线的示意图，它超出中印传统分界线的距离如此之大，面积竟达3万多平方公里。10月20日，由两名印度边防警察和一名脚夫组成的一支3人小分队越境深入到中国境内。当他们出现在新疆通往西藏的新藏公路上时，才被我边防军发现并予以扣留。第二天，派遣这支小分队的印军巡逻队为寻找失踪人员，集结70余人向我边境移动，在一个叫空喀山口的地方与中国边防军两个哨所的13人发生了遭遇战。中国军队伤亡1人，印军9名阵亡，7名被俘。空喀山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释放了被俘的印军士兵，同时归还了缴获的装备，但这无疑已经拉开了中印边界战争的序幕。11月7日，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并停止巡逻活动。此后，中国单方面自中印边界全线后撤了20公里，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并在我方一侧30公里内不巡逻、不评判、不打猎。这实在是体现了中国政府一再克制忍让、一再求同存异的现实主义态度。4个月以后，1960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率外交部长陈毅及大批谈判工作人员分成3架专机飞抵新德里。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地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中国代表团是直接从缅甸仰光飞来的，因为这条线的东西两端还延伸到缅甸和尼泊尔边境。中国希望这次访问真正解决问题，但印度政府拒绝一切有关边界问题的全面谈判。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的现实主义方针已经忍让到最大的极限。中国不能简单的默认麦克马洪线，中国坚持必须通过全面谈判缔结新约。新条约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在中国看来，新条约就是两个平等国家协商的结果，那就可以消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周恩来曾向尼赫鲁保证说，中国不会通过谈判来变更边界，
但是印度仍然拒绝谈判。在中国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150名外国记者纷至沓来的刁难、挑衅和哄闹的话题，陈毅元帅激愤地站起来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这种心情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体味到。在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的情况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随便在版图上画一条线就可以说是边界线，新中国站起来以后还让他默认这一现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非法划定的，但中国政府仍愿意以现实的态度对待这条线。中国在一再忍让的同时，也做了另一种准备，那就是准备打仗。毫无疑问，中印边界的争端致使边界的双方都面临着挑战。1960年4月以后，印度和中国都开始向两国接壤的几近无人的边境地区抢建公路。这时令中国吃惊的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激化，苏联竟在国家关系上发展到了对中国背信弃义的地步。1959年郎酒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苏联马上与印度签订了15亿卢布的援助贷款。1960年4月，中印总理会谈破裂后，苏联开始向印度大量提供军火。印军在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区使用的能够适应16000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直升机和运输机，就是苏联最新生产的，驾驶员全部由苏军培训。至此，苏联已由偏袒印度的立场转变为支持印度反华，并构成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同时，印度开始向苏联洽购当时最新型的米格21喷气战斗机，这种飞机苏联曾拒绝向中国提供，而终于在1962年中印开战前的几个月，连设计图纸一起交给了印度。苏联并保证印度今后在制造这种飞机时向他提供全套设备。当时有一家巴基斯坦报纸说，印度跟中国制造麻烦，与其说是为了争夺领土，不如说是为了找到更多的美元。每当美国国会开始考虑援外计划的时候，印度就开始莫名其妙地仇视中国，以借抵抗美国敌人的名义捞取更多的援助。现在又到了美国国会表决具体拨款的时间了，看看印度又要干什么。果不其然，1962年入春以后，印度某些势力就像着了魔似的，突然歇斯底里地开始叫嚣战争。在新德里几乎每天都有反华的集会和游行。美国呢，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10年间，援助了这个不结盟的中立国家21亿美元，但自从1959年印度拉下脸与中国为敌，到1962年3月2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援助就达41亿美元，相当于前十年总额的2倍。1962年3月间，印度这么一吵一闹，美国马上以出售剩余农产品支援印度的名义，一次就拨给印度25亿卢比的贷款，流向印度的美元帮助人们解开了一个谜，原来尼赫鲁政府既要苏联人的钱又要美国人的钱，
在冷战时期能同时从对立的美苏兜里同时掏到钱的，当时全世界也只有印度一家。印度财政部长毫不掩饰地表示，由于要对付中国，印度需要花钱。1962年，另一个潜在的危机也逼向中国，窥视着中印交恶。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处于紧张状态。1949年败北台湾的蒋介石开始蠢蠢欲动，不能不让海峡对岸的北京防患未然。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印边界争端激化后，美国、英国曾致电台湾蒋介石，希望台湾发表声明谴责共产党中国的侵略行径，令这些仇视新中国的国家大失所望的是，台湾从政府到舆论界均保持着沉默。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代表中国最早向印度提出边界问题的还是国民党政府。1947年2月刚独立的印度在中国南京建立驻华使馆时，国民党政府就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国从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决心是没有变的。1962年的时候，台湾更是甚嚣尘上，口口声声要反攻大陆。这一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及国内现实状况都是极为险恶的。从1960年开始，连续三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中苏关系已从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为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在中印边境，尼赫鲁希冀以对华战争充当亚洲的领袖国家，台湾的蒋介石阴谋窜犯大陆，而美国则插手越南南方，在中国的南大门开始打一场特种战争。举目四望，按那个时代的语言，中国处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合围之中。这时中共党内也出现一种意见，建议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方针，要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的吸引到中国身上，特别是对印度，不要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当时把这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予以否定。1962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借一次国际会议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所做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失败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方针。据说毛泽东曾说过，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当家，领土就变成了950万、930万，我无法向6亿人民交代。这时印度当局的态度也异常坚决，尼赫鲁在议会发表演讲说，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绝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中印两国开始走向迎面对撞。1960年以后，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上出台了一个所谓前进政策的战略计划，
在西段的中国境内，印军一直向前推进，步步进逼，设立了43个据点，有的据点距离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到了中国哨所的后面，出现了犬牙交错的武装对峙局面。印军把中国军队再三的克制和忍让，争取外交解决的诚意，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在边界地区更加有恃无恐。从1962年开始，印度又把这个前进政策扩大到中印边境的东段。在头6个月里，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上建立了24个哨所。印军仍以为中国会像在西段一样避免对撞，但这时中印边界战争的序幕已经在西藏扯东的这片原始森林中悄然拉开。鉴于中印边界日渐紧张的局势，1962年9月，中央军委电令边防部队恢复自1959年中国单方面停止的巡逻，这样在东段的中国军队开始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这时中国军队才发现，在一条叫做克杰朗的小河南岸，印军建立的一个哨所明显地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据战后披露的资料来看，印军是在6月4日建立这个哨所的，这个哨所的位置连印军自己的陆军地图上都标明是在中国境内，即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地图标明这一地区叫做扯东。7月间，印军还在该哨所附近发现一块中文写的木牌，专程派人送到后方翻译，才弄明白那上面的汉字是这是我国山河。负责建立该哨所的印军巡逻队长是一名上尉，他当时已顾虑到哨所所处位置的敏感性，所以他用陆军地图上麦克马洪线以南3英里的一个叫多拉的山口名字来称呼这个哨所。9月8日上午，一支中国军队突然从印军成为多拉哨所对面一个叫塔格拉的山脊上冲下来。中国军队大约有60人左右，而印度哨所的指挥官却向上级报告说有600人之多。他在战后承认，他当时如果把比较实在的数字报上去，上级就会叫他用手头上的小部队应付局面。如果报告有几百中国军队正威胁着他，上级就会派援兵来增援。多拉哨所当时没有受到攻击，但中国军队在靠近和能够控制这个哨所的周围地区驻扎下来，就像在西段那样，中印军队犬牙交错，武装对峙着。多拉哨所被包围的消息9月9日传到新德里，当天上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立即召开了会议。据后来披露的资料说明，当时在会上有的军官就提出多拉哨所的位置确在中国境内。梅农说不要去管地图，就把哨所前方的塔格拉山脊作为边界。会议决定立即以武力把中国军队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是里窝纳。印度国防部立即草拟了给印军33军的电报，命令第9旁遮普联队及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个营立即进驻多拉哨所，第7旅其余部队务必在48小时内赶到。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当时中国军队尚处在避免事态恶化的被动阶段，并严守不打第一枪的政策。实际上内部传达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
但印军的里窝纳行动却被推迟了48小时执行，原因是印军上层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印军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12月向陆军总部最后建议，多拉哨所应当往南后撤3英里，撤到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上，防止中国军队进一步推进。印度东部军区司令当天就赶到了33军军部，重申了国防部的命令，必须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到塔克拉山脊那边去。麦克马洪线前沿的印军由于得到了用武力向前推进的命令，所以气焰十分嚣张。9月中旬，西藏军区已获悉印军即将开始里窝纳行动的情报，旋即上报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决定，西藏、新疆两军区准备自卫还击。周恩来亲自调拨500辆刚出厂的解放牌卡车，沿川藏公路紧急输送部队。这时印军第7旅也已经按印度国防部里窝纳行动计划的指令到达指定位置，中印大战一触即发。10月9日中午，50名印军渡过了克杰朗河，企图抢占中国军队右侧的一个叫做雍措的山口。印军的里窝纳行动在克杰朗河谷正式开始了。这天的晚上，这一小队印军没有爬到山顶，在一个印军称为桑虫的地方建立了一个阵地。第二天凌晨，当印度第7旅士兵又准备开始过河时，中国军队突然开炮，紧接着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开始向盘踞在桑虫的印军发起进攻。印军曾击退过一次冲锋，但在数量上约占2:1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很快攻取了印军阵地。颓势之下，印军指挥官命令后撤。这时中国军队倒停止了炮火，让印军全部撤回到克杰朗河对岸。这次战斗印军阵亡7名，失踪7名，重伤11名。中国军队以正式军礼埋葬了印度的死者。克杰朗河谷的战斗打响后，印军战地最高指挥官新上任的考尔中将立即飞往新德里面见尼赫鲁。尼赫鲁给他的命令是继续进攻，而前线陆军却一再请求后撤。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10天以后，中国军队于10月20日凌晨5点突然发动了总攻，印军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首战克杰朗河谷地区的中国反击作战部队统一归中国人民解放军藏自419部队指挥，下辖步兵第154、155、157团和步兵第11师、第32团及31团一个营，并配属炮兵第308团和工兵136团，总兵力约10000多人。当面之敌为印军参加过二战的王牌部队第4师的精锐第7旅，下属3个营，计3000余人。
具体到名为扯东哨卡的主战场上，中国参战部队集中了四个步兵团零一个炮兵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力求一举歼灭当面之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中不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在中国政府声明的同时，中国军队以三个团的兵力从扯东地区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转向东南，逼近自1950年印军侵占的中国西藏边界重镇达旺。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原计划是进一步歼灭敢于由达旺向北增援的印军，但由于印军一再南逃，根据总参谋部相继占领达旺的指示，参战部队向达旺追击前进。自10月20日开始，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打响，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即我新疆阿克塞钦地区，也开始了反击作战。战前判明，当面印军为一个旅部、六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营和若干配属分队，兵力为5600人，其中侵入我国境内43个据点，部署兵力1300人。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在加勒万和班公湖两个地区内的印军几个哨所曾向印度西部军区紧急报告，中国军队开始炮击，以后就再无下文了。在东段印军第七旅被歼灭后两三天的时间里，印军西部军区命令所有没有受到攻击的哨所全部后撤。至此，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随着李窝纳作战计划的全部毁灭而宣告破产。10月20日傍晚前，在中印边界东段大规模战斗已经结束，但各部队报告俘虏的印军却不多，原因是中国参战部队战前对印军的顽抗和增援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但仗一打起来，印军一触即溃，这一点中国军队缺乏思想准备，因此各部队忙于追击未及时搜缴逃入深山老林的印军败兵。西藏军区前指经过反复核对歼敌数字，发现毙敌和俘敌数与印军实力相差很大，因此立即下令投入战役预备队继续向达旺追击前进，其他各部队立即封锁克杰朗河流域各山口、沟口、路口和桥梁，转入清剿战斗。这是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威尔准将，他潜入深山老林两天后饥饿难耐，于22日下山寻找食物时被中国军队俘虏。在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期间，中国部队共俘虏了3900名印军官兵，其中准将一人，即第七旅旅长达威尔，校级军官26人。10月20日，中印边界反击战开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即向作战部队发布对印军俘虏的管理规定，特别强调一律不许杀害、不许虐待、不许侮辱、不许捆绑、不许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并尊重其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对战场死尸尽可能查明其姓名和所属番号，妥善掩埋并设立标记，病伤死亡的战俘要填写病历并由军医签署死亡证明书。这一切人道主义待遇被中国参战部队在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战地前线很好的贯彻执行，使一年后被全部释放的印军官兵无不为之动容。他们在被释放时满怀依依惜别之情的情景，
是古往今来的战争中所不曾有过的情形。克杰朗河战役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首战告捷的战役。10月23日，印军第七旅被歼后，中国参战部队继续向南追击前进。据守达旺的印军4000余人未放一枪即向南逃窜。其实沿麦克马湖线的印军其他几十个哨所在中国军队的压力下纷纷后撤。25日，中国军队进驻达旺。中印边界东段暂时沉寂下来。东线战事平息后，中国部队在西线及我国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自卫反击作战也近尾声。西线作战开始前，新疆军区参战部队集中了步兵第10团3营、第11团3营和维族骑兵第3团，总计1个多团的兵力。10月20号，在加勒万河谷拔除印军据点以后，又于26日南下，转战500公里，到达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畔。这一地区自1954年后即被印军侵占，驻有印军300人。28日战斗打响，印军一发现中国军队逼近，即撤离阵地西逃，只有担任后卫掩护的40多人被歼灭。至此9天时间里，中国西线参战部队拔除入侵的印军据点37个，消灭300余人，其中俘虏160人。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印两国军队炮火连天的大打一仗，起因竟是印度把一条几乎无人知晓的约翰逊线说成是他们的边界线。所谓约翰逊线，是19世纪中叶一个叫约翰逊的英国测量局官员在中国新疆和田地区走了一圈，就把中国阿克塞钦地区划入了印度的版图。即便是在上个世纪，中国清代将领左宗棠率大军入疆以后，英国就从未敢再跨进阿克塞钦地区一步。1962年，印度刚从英国200年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10年，却要把英国上个世纪的扩张强加给中国，这当然是新中国绝对不能答应。中印边界战争愈演愈烈的根源恐怕正是于此。边界全线，中国军队进行的为时5天的反击作战，致使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同时尼赫鲁亲自接管了印度国防部。在新德里，几乎所有的华侨商店都被暴徒搞毁，印度政府还发布一项法令，把华裔印度公民视为敌国侨民，抓进集中营。印度内政部甚至按名字逮捕在法律上有合法地位的印度共产党，这又引起共产党国家的纷纷抗议。尼赫鲁被迫分批悄悄释放了印度共产党中的亲莫斯科派。这时苏联一改偏袒印度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进行反击。原来在中印交战的这一时期，苏联正陷入一场惊骇世界的危机之中，这就是发生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国 U-2 侦察机从10000米的高空发现苏联正把足以摧毁美国几十个城市的战略导弹部署在古巴岛上。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即下令全国进入1级战备状态，并严密封锁古巴海域，一场美国对苏联的核大战一触即发。这是当时的资料镜头。
最后结局是苏联撤出了导弹，美国保证不进犯古巴，两国间表面握手言和，但就此赢了一张牌的美国，在中印边界战争突发之际，竟不顾苏联的脸面，又迫印度公开撕掉了不结盟国家的外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月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面见尼赫鲁时，递上一份肯尼迪的亲笔信，信中说美国政府将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同时大使告诉这位印度总理，美国将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不是军事援助。第二天，即11月4日，当第一批美国重型运输机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时，当着众多记者的面，美国陆军准将福尔曼亲自将舱门打开，里面竟全是美制的重型武器。几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正在对战争中的印度给予军事援助。英国《泰晤士报》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写道，印度完全改变了独立以来所遵循的政策，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已正式做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印度认为，只有配备美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装备，陆军才有可能打败中国军队。当印度当局把他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物品的清单交给美国驻印使馆时，使美国人感到惊讶的不仅是印度要求的数量如此庞大，而且从订货单上看，印度是什么都要。美国五角大楼使用了最新式的计算机，才能够在5天后把第一批军火装上运输机，从西德威斯巴登陆军仓库起运飞往印度。这时英国的军火也横跨欧洲赶运到了印度。英国政府把头几批运送的武器算作个捐赠，美国马上也表示对美国军火的偿付条件以后再说。印度陆军把刚接手的西方军火立即空运到中印边界前线，甚至直接空投到最前沿的部队。印度甚至还向以色列求援。印度过去由于担心失掉阿拉伯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他的支持，一直拒绝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时印度外交机构询问以色列，他们同意提供的武器是否可以由不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运载。以色列的答复是不让挂旗就不给武器，结果还是用一条以色列船悬挂以色列旗，满载重迫击炮抵达孟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剩余了大量的战争武器，法国提供军火坚持按国际惯用的商业规定结算，正在接受馈赠兴头上的印度当然大为不满，但法国坚持说，印度作为不结盟国家，购买军火就应该按商业贸易进行。他如果是西方阵营中的一个成员，法国愿意无偿提供。该尬的印度最后只买了一些法国迫击炮，而对已经装上船的法国老式飞机则拒绝出钱支付。这时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缓和，莫斯科迅速地又恢复了偏袒印度的态度，继续担当着对印度的最大军火商的角色。战后历史学家分析，如果莫斯科规劝印度放弃前进政策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苏联鼓励印度坚持对边境问题的既有立场，而这又恰恰促使他走上了灾难的道路。在这一时期，北京向亚非拉国家，特别是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分别致函，
耐心解释着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发展。在中国全面的外交攻势下，据新德里计算，至11月7日前，世界上共有39个国家支持印度，其中非洲国家4至5个，拉美国家4至5个，亚洲国家仅有3个，一个日本，一个菲律宾，还有一个伊朗。这种态势的产生，一方面有中国外交攻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帝国主义那些老牌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正恰当地扮演着反面教员的角色。这就是当时的非洲刚果共和国，这里记录着一个真实事件，即鲁猛巴事件。鲁猛巴是刚果共和国的首任总理，非洲第三大国刚果共和国于1960年6月30日摆脱了比利时52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为了防止独立后的刚果发生内战，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随即进驻了刚果。刚独立没几天，刚果军队叛变，就开始了内乱。鲁猛巴请求联合国援助，却遭拒绝。最后，鲁猛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惨遭杀害。这件事使新独立的国家和人民重新看清了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他们绝不甘心往日失去的殖民地。由此可见，大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兵己相见时提供的援助，绝不是可以安心承受的。而在这个时候，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不过十年多的印度，公开背弃自己不结盟的诺言，不能不使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为之担忧。印度政府此时竟策划要对中国开辟一个所谓的第二战场，这就是中国的台湾。印度一家报纸公开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促使台湾实施对中国华南沿海的入侵。中国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准备联合印度进行敌视北京的一切活动。但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时，蒋介石立即指令他的政府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正式声明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美国的这项主张。印度新闻界掀起了一片对美国和苏联表示感激的舆论，他们很难意识到，他们正在被大国当作反华的火箭筒。这个镜头记录的是日本公众反对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抗议示威的愤怒人群围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特使。日本政府出动大量防暴警察，竟不能护送美国特使冲出重围，最后只好乘直升飞机撤出。这一事件对尼赫鲁不能说无所感触，所以当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正赶上每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印度政府自1950年起就表态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时期也没有改变态度，仍投了赞成票。同是在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在南朝鲜还爆发了由公众游行示威而引发的政变，推翻了亲美的李承晚政权。这是这一事件的真实镜头。
对于亚洲相继发生的这两件事，尼赫鲁从中多多少少悟到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处境。虽然他在议会演讲中反复强调，美国的军火供应是无条件的，也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所以不影响印度的不结盟地位，但是所有的内阁成员以至尼赫鲁本人都清楚，西方的军火援助确实影响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英国和美国果然利用他们的军事援助，动辄以断绝供应相威胁，迫使印度与当时亲英美的巴基斯坦就停止了多年的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问题重新谈判。在1962年，美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开进南越，美国的目的是要代替法国的殖民地位，遏制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半岛，防止所谓多米诺骨牌的连续倒塌，重建印度支那势力范围。而这时用美国军援支撑战争的印度政府随时可能被美国拉上亚洲的战车，这一点尼赫鲁是再清醒不过了。即便如此，矛盾重重的尼赫鲁仍为历史上英属印度对中国西藏的染指所激动，他向印度公民夸张地扬起双臂说，印度现在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进攻者。他不顾中国政府关于重新和平谈判的再三奉劝叫嚣，让我们高呼圣雄甘地的名字，把中国人统统赶走。中国军队也在加紧备战，在22天的时间里，一条从喜马拉雅山上修下来的战备公路已直通达旺前线，战备物资源源运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在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公园里都挖了狭窄的防空壕，政府办公大楼的门口也堆起了沙袋。毛泽东在得悉尼赫鲁仍在叫嚣战争的消息后，说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说，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来，保证和平30年。解放军西藏军区立即下达了命令，集中了藏自419部队第11师、第55师及炮兵、工兵各一部，参战部队总计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总兵力达20000多人。中国军队决心打一场保证和平30年的胜仗。印度陆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的主要战区及达旺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印军以4个旅的兵力沿一条公路由北向南第4展开防御，这是喜马拉雅山东段唯一的一条由西藏通往印度的古代山路。印军分析，中国军队如果进攻，穿插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循着公路轴线一路进攻，这样印军将在层层拦截中给对手以重大杀伤。但是中印边界最后一场恶战并没有首先在达旺战区展开。11月13号，曾指挥里窝纳作战计划的那个考尔中将直接飞到中印边界最东端紧邻缅甸的瓦弄战区，这是瓦弄在地图上的位置。第二天，印军即发动向中国军队的进攻，因为这一天11月14日是尼赫鲁的76岁寿辰，
任何胜利都将是陆军向总理献上的寿礼。清晨，印军第十一旅两个连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控制的06高地冲击，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最后在离山顶仅有50米的地方，印军已成强弩之末。然而在瓦弄前线正有一支中国的精锐部队在等着他，这就是第54军130师。该部10月21日出川入藏，27日在机械化开进的途中接到总参作战部电报，令立即折向瓦弄，11月7日遂进入战区。14日当晚，中国军队发起了反冲锋，至16日拂晓，中国军队的主力在强大的炮火延伸射击下一举突破印军主要防御阵地。眼看这场献礼计划完全破灭，考尔将军下令撤退，但中国军队猛追猛打，攻势凌厉，印军第十一旅终于被穿插切割成零星小股，最后终于和第七旅的下场一样，2天之内全军覆没。中国军队有一个几十年来形成的训条，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战幕一经敌手拉开，那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关闭这场战幕就由不得敌手了。16日瓦弄之敌全歼后，中国军队奉命自18日开始在中印边界全线同时展开反击，这样中印边界战争最关键的一仗达旺战区色拉邦迪拉地段的战斗就在此拉开了战幕。这是达旺战区及色拉邦迪拉地段在中印边界的位置。印军判断，中国军队的进攻只能沿公路轴线一路推进，绝不可能穿插。但中国军队经藏民的指点，找到了一条穿插的小路，这就是贝利小道。1913年，英军贝利上尉徒步进入西藏进行长途勘察，为麦克马洪爵士画出的麦克马洪线提供地理资料。他回程时从雅鲁藏布江出发，沿着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翻越了高达16000英尺的山口，穿过高约14000英尺的波心山口，下到一个叫班登的村庄。这个村庄地处一条横岭之上，俯视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主要河谷。这段电影资料拍摄的是一支1500人的中国穿插部队，经过6天5夜连续强行军，奇迹般的穿插了贝利小道。神兵天降，中国军队切断了喜马拉雅山南路唯一的一条进退之路。11月17日，突然出现在班登，印军4个旅首尾不顾，慌乱起来。公路两侧的雪山和森林现在变成了屏蔽印军的天险。这时，在达旺地区集中的步兵第55师及配属的2个炮兵团。开始循着公路向南开始正面进攻。印军以62旅守卫的主要防御支撑点色拉阵地一天之内即崩溃。该旅在撤退中突然遇到迂回上来的中国部队的伏击，很快溃不成军，大部没入原始森林，少部退至德让宗，全军溃散。中国军队攻占色拉后毫不喘息，立即逼向德让宗。据守德让宗的印军第65旅不带战斗就撤出了预设阵地，掉头向已被切断退路的邦迪拉撤退。在遭到中国穿插部队的顽强阻击后，结果也像62旅一样，不成建制的各部在公路上挤成一团，中国军队一到即全军溃散。
至18日上午，驻守邦迪拉的印军第48旅是印军所剩的唯一有组织的部队。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派出一支配有轻型坦克的机动部队增援德让宗。当时印军指挥机关还不知道中国军队已攻克德让宗，正在冲向邦迪拉的路上。这样印度的增援部队和中国的攻击部队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相遇了，结果是印军一触即溃，在回撤的路上又丢了邦迪拉。跑了2天，在一个叫查库的镇子站住脚，准备再次组织防御。这时已是19日的夜晚了。午夜过后，马不停蹄的中国军队连续作战，从3个方向进攻查库。3个小时后，至20日凌晨，印军第48旅全部瓦解。17日开始，20日结束。4天之内，中国军队3战3捷，印军4个旅全军覆没。这时，在印度东北特区之内，也就是中印传统边界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中国军队在东线大捷的时候，7线新疆战区也开始全面反击。据说当时在北京，周恩来曾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新疆军区报告，在中印边界西线，印度国防部将一支所谓捷特联队从克什米尔调到了喀拉昆仑山口。毛泽东随便问了一句，捷特联队是干什么的？周回答，情报上说是印度一支老牌部队，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是英属印度时期组建的常胜军，参加过2次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1860年曾跟随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过圆明园，1904年参与侵略我国的拉萨。据说当时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了一句百年国耻。第二天，新疆前线即接到总参电报，捷特联队务必全歼。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天，百年雪耻、抗武之志，积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刻骨铭心的油痛，激愤着中华民族绝不屈卑而生。然而这场边界战争的对手却不真正是曾用铁蹄践踏过中华大地的老牌殖民主义者，而是经历过同样屈辱的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也许就是这场战争的悲剧所在。中印边界战争进行的那几天，中国驻印度的使领馆都被暴徒袭击，但许多外交人员承认，他们当时始终被一种无端的思绪所困扰，他们亲眼看到整个印度的人心都紧紧地系在东西2线的战场上，印度的脉搏几乎是随着前线战士的心在一起跳动，他们太渴望赢得这场战争，或许是400年漫长的殖民统治使这个古老民族在深深的自卑心理中太渴望通过某种方式重建民族的自信，但是他们却可悲地选择了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全面反击开始后，几天时间其东线部队已下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遮无盖、无险无守的印度阿萨姆平原，其前锋直指印度边疆邦府吉斯普尔。7线部队已突出喀拉昆仑山口，其前锋逼近印度河上游的重镇楚舒勒，距离印度首都300公里。印度北大门被中国军队豁然打开的这一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议会正在举行例会。
所有的议员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前线大捷的消息。中午时分，尼赫鲁总理宣布最新战况，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尼赫鲁几乎是结结巴巴地说，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全线溃败。印度动摇了。关于这一天，也就是11月20日，美国大使在向华盛顿的紧急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新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当天深夜3点，一下苍老了许多的尼赫鲁紧急召见美国大使，他请求美国直接进行干预，要求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同中国军队作战。根据印度的请求，肯尼迪立即下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编队紧急驶往孟加拉湾。这时候，新德里到处弥漫着恐惧和流言，说中国军队已经攻占了边疆重镇提斯普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空降。并非流言的是，印度的阿萨姆邦已经开始组织居民撤退，银行已经烧毁了30万镑的印度纸币，邦政府正准备对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设施进行毁坏性爆破。第二天，全印广播电台突然中断了正常播音，反复播放印度国歌，印度好像即将亡国。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突然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声明，自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宣布于9天之后，即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后撤到开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并从这条线上再后撤20公里，重新恢复中印边界自1959年中国单方面宣布并保持的状态。中国政府这个决定同时作为命令在前线向全体参战部队宣读。由于印度政府的通讯系统已陷于混乱，中国政府的声明尼赫鲁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获得的，而是从他的内务部长在飞机场抢购的报纸上看到的。北京的声明发布后，中国军队开始在整个战区捡拾印军遗弃的数以千计的武器，其中很多英美装备刚运到前线，还没来得及开箱。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当时在总理府，尼赫鲁拿着从街上买来的报纸，看着上面用大号签字印成的标题，愣愣地坐在办公桌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召见中国驻印度大使。当他从中国外交官口中证实了北京宣布停火后撤的消息以后，竟只问了一句，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几天以后，当中国开始向印军移交缴获的武器时，尼赫鲁真给弄糊涂了。周恩来为此再次致函尼赫鲁，中国政府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谋求真正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我们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北京，如果有所不便，我愿意再次去新德里。印度政府沉默了，中国政府等待着印度的回复。中国从印度东北边境的公路上遣返了全部印军战俘，其中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而死亡。中国移交他们的遗体时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据战后统计，
印军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中国军队无一人被俘，死伤人数至今没有解密。印度所谓的前进政策到此时寿终正寝，阵亡的印军士兵成为他的殉葬品。好几个星期后，溃散的印军士兵陆续从山路地带走到平原，因为停火，有7000人得以生还。最后，印度政府下达给印军的命令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军不能再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尼赫鲁同时把这个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悄悄地转达给北京的周恩来。自中国政府声明停火撤军，并自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期限起，越接近这个期限，各国新闻界越沉寂，最后一两天完全静默。12月1日，中国军队真的拔营收兵，开始回撤了。世界舆论界一下活跃起来。英国报纸转引的一位外交官的话最有代表性。这位外交官说，中国在大获全胜后竟原线撤回，一个战胜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是第一次。美国一家报纸说，中国的撤军与其说让人们松了一口气，倒不如说又使人们大吃一惊。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事实，世界各大通讯社展开了一轮新的新闻大战，全世界都想弄明白中国到底怎么了。巴黎一条电讯说，外交人士认为中国是担心西方大规模武装干涉。伦敦则发出一条消息说，分析家认为中国屈从了来自苏联的压力。莫斯科却评论说，这是中国迫于国内的饥荒而不得已采取的下策。美国援引军事专家的话说，中国顾及战线过长，需要争取时间获得补充，下一步还将有更大的军事行动。印度总理尼赫鲁始终以一种深谙政治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中印边界前线，他在议会上反复嘟囔着，这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其实早在战争开始的3年前，中印边界战争的轮廓就已经见显，中印边界战争的结尾也已经奠定。3年前，周恩来在新德里面对150名外国记者的提问时，就已经说出了战争的结尾。当时的速记稿是这样记录的，周恩来说，中国印度共同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周恩来最后说，我想再说一句，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遗害后代子孙。撤军了，
一直撤到麦克马湖县以北20公里，无愧于一支威武正义之师。一年以后，印军又进至到麦克马湖县，但这次他没有再炫耀武力。中印边境之战规模并不大，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却异常沉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没有严格的边境，通常是在军队延伸的尽头构筑烽火台，他们变成了边陲的标志。自明代以后，随着中华封建帝国的衰微，边境也不断的收缩，一座座烽燧淹没在漫漫黄沙之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边境向列强洞开，疆域被宰割得不成样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领土却又缩小了100多万平方公里。正是由于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领土和主权的尊严才重新回到了中国。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为捍卫领土完整而被迫进行的第一次对外战争，交战地点是渺无人迹的高原、马原、荒原，这是新中国将士要用热血捍卫的热土、故土、领土。在边境上有那么多忠勇无畏的军人倒下了，却让世界看清了一个崛起的巨人本应有的庄重和自尊。